好，我是小乔，我们家的枣子都熟了，现在我来摘一下枣子。这些枣子太高了，够不到，个子太矮了。我们尝一下枣子好不好吃。自己家种的枣子果然好吃，特别特别甜。看一下我们家的果园里还种了些什么树。这个是大田梨，梨刚种两年，所以今年才刚结了，不太多。这个地方也结了两个。因为树太小了，所以一棵树上只能挂一两个。这两棵呢是山楂树，它现在还没开始结山楂了。这是桃子树，今年结了不少桃子，后来都没吃完。这边一大片都是苹果树，当时我们家种了几百棵苹果。苹果树已经种了两年多，现在只结了几个小苹果，结的不太多，估计明年就能结的多一点了。苹果树的下面我们家都种了一些小青菜，明年来我们家摘苹果吃啊。喜欢我的视频请多多关注转发评论哦。